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哪里来的什么国防报告书？一段时间以来，民进党当局谋取政治私利，煽动两岸对立，肆意勾连外部势力，顽固进行谋独挑衅，这些倒行逆施严重损害台湾同胞福祉，严重破坏台海地区和平稳定，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。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，搞对抗没有出路，以武谋独更是死路一条。祖国统一不可阻挡，螳臂当车，不自量力。中国人民解放军全时待战，随时能战，将以雷霆之势挫败任何台独分裂图谋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